你那头发咋的了？你把你那衣服拉链拉上行不？你看你爹不在这穿鞋呢吗？就他最慢，你爹最慢，你赖谁？你赖我呀？他搁这磨叽呀？你赖谁呀？太冷了，冷啊！你冷不冷？我们这儿已经零下几度了？零下好几度了是吧？今天零度啊？今天还气温回升了哈、啊？不是买那什么吗？买水果吗？你看那里边。你不是买菜吗？啊，再买点菜。买点啥菜呀、啊？说话，回家，该做饭了。我好像排队呀、啊。买那个瓜呗。啊。柚子应该还行吧，买个红心柚吃。啊。买个红心柚吃。这个停车场确实挺差的，曲了拐弯的啊，拐来拐去。不是，这怎么设计的？设计个这样停车场，去了快了。小孩儿，你看你那头发。我发现哈、啊，我是那个鸡蛋炒米饭烧心。鸡蛋炒米饭烧心，行。明天就从米饭炒鸡蛋。米饭炒鸡蛋就不烧心了呗？那就不说了，因为鸡蛋先放米饭，后放鸡蛋。你今天先放鸡蛋，后放的米饭。那个在干什么呢？刷碗。刷碗呢？是不是自动刷碗机？这是。自动刷呢。啊。其实我就是一种的。啊，这个买一个行。哎，等我单过的时候自己做饭。嗯，你想单过呗？啊，我给你买个锅，单过去吧。来，看个锅，给你买个炒锅，单过。哎呦，我700多呗，还减80，700一，798减80，710是吧？完了，你单过，我再给你做饭。嗯，这心觉得这个人都是哪国的？他们刘锦花都是这个。但是这白钢锅就是得那啥，不会用粘锅，这玩意儿。粘锅凉油，电话多少？